好。这就是松掉了，我可以把胶水刮没了，往下调，我就是说上面调胶水的厚度，扭紧往下扭的，胶水慢慢会多起来的，就这样子。反正调到的松紧度来控制这个胶水量。啊，自动的，你要要求速度多少个？你要加快的时候你摔。看到那边纸。它一下子放不完的。纸放上去，调快一点。70了。80吧。80。80。纸。看到纸。